Hello， 今天我来介绍这台新车哦，这台新的跑车，咱们看一下哦，培罗艾莫瑞斯哦，哇，瞧一下，瞧一下，瞧一下，哦哦哦。What's it going to be? So, what's up? What's up? What's up? OK 的，哇，这边是镂空的玻璃，然后哦，这台的原型是哪一台啊？好了，我们的载具，我们的护具的部分就先不改了，好吧？我们就直接从刹车开始。这个加了多少？才加一点点哎，加一点点而已，随便都把它加到满了啦。差这么多钱？那排气管是什么？合适，就怎样合适？双合适，它是金属的哎。环状，我们用这个好不好？那水箱护罩是什么？然后是下面是吗？等等等等，为什么后面会变？哦，它是刚才是反光啊，所以它是什么？它是定风翼是吗？哦 ，OK， 我们用碳纤维好了，黑色比较好看。那我们直接看涂装啊，涂装有什么东西啊？这次有出这个白色条纹的部分哦，这很经典哎，黑色条纹，都是条纹系列的啊。赛车涂装，你也看到我里面在干嘛了嘛？13号哎，红木，哎，这蛮好看的。哎，这什么？豺狼标速，哎，这也不错啊。涂装还蛮好看的，竞速啊，这感觉这一台车的涂装都很好看啊。六角蓝，是不是？这像蜘蛛人啊？哇，迷彩涂装，我觉得应该是车子设计好看，然后涂装就也蛮好看的。咱们要选哪一种涂装啊？我觉得，这好厉害哦。哦，这好难选择啊！好了，我们先选这个吧，好不好？先选这个。蓝色要配什么颜色好看？我记得应该要配蓝，配银色是吗？我看看，看看银色会不会比较好看？银色的话，某一些字跑不出来啊，不过。感觉还蛮高级的。金色的话呢，金色，是有点难选。法师旅吧，好不好？法师旅。That looks badass. 哎 ，badass， 对 ，badass。OK， 那副色调在哪边？我看看。副色调在啊啊，我知道，刚才这个变成碳纤维的地方是可以改的啦，好不好？那就先这样啊。装潢颜色是什么 ？OK， 上面的这个线条，还有这个仪表板上面的线条会变色。这个在哪边？光绘真机在哪里？哦，因为我没有解锁是吗？没关系，看一下车顶，车顶哦，主色调。OK， 所以它原厂是没有，是黑色的，然后这两个都可以换，哇，副色调黑色 ，OK 啊 ，OK 啊，好不好 ？Looking good。我不晓得它可以换颜色，不然我们等一下来改一下，换一下涂装好了，好不好？那车顶是 OK， 侧裙呢？多了这个侧裙，哦，大一块哦，好大一块。跑车级的、啊，哎、欸，什么 GT 侧裙？这是有加速的功能还是怎样？我看看，我看不太出来什么特别的。
我还觉得还是要有字啊，有字比较快。老流版原厂长这样子啊，这有上色就不一样啊。哦，还行啊，还行啊，要选一下了。有点难选，这个好不好？ Oh yeah, sexy shit. 变速箱都已经满了，还改？才40000块而已、啊，改好改满，好不好？还有车窗啊 ，OK， 所以车窗跟旁边的一样，后面也有，后面一起的，前面就没有了。我觉得还是要有点隐私啊。全黑就不好看了，就它都是黑色。我觉得应该是淡色吧，淡色应该 OK， 不会太明显。这个我们等一下晚上去找那个高跟鞋的那个小姐好了。开玩笑。我们看一下车镜有改吗？刚才？哦，改颜色啦。这个好了。That looks bad ass.副色调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涂装的部分。刚才说六角蓝，这个可能要搭配比较暗色系的样子哦，是亮色。其实它配银色也蛮好看的。哇，没有配色就长这样啦、啊。我是觉得要有涂装啊，涂装好看。哇，这台车的涂装都很棒啊！好了，维持我原本的，我觉得原本的比较好看。那我既然要涂装是蓝色的话，我觉得是那个，我觉得车灯要换一下，车灯是改成什么颜色啊？这个应该是蓝色，这个电子的，这个改一下。配合车子的颜色 ，OK， 我们去试一下车，好吧？去试一下车。We're done. Good. 哇，好高科技呀、啊！哦，给你记录一下。真有赛车的感觉，哦呦，第一人生感觉，这次没有那个变速的仪表板。冲啊！来个急转弯试试看。我们来飞一下小山坡好了。飞哦！哇哦！安全降落，哎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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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超赞的！耶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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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不会？会不会淹水啊？对啊，坏掉了啦，不行啊，车子坏了啦，还是因为它高度的关系哦，应该是高度关系，车子真的坏了。好啦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，多多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还没订阅，赶快订阅我频道啊！啊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